长上场，热烈鼓掌。全体保安队的同志们，大家辛苦了。这次展览的作品，这可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雕塑品，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好。来回搬运的时候加点脚力，听没听着？听着。麻溜的，坐坐，抬回去。哎呀，对哥，这仨老头啥时候进来的？展览馆还没开张呢，怎么就进来了呢？还做中介了？尤其戴眼镜那个，我抗议啊！这是俩老头还有个小伙呢啊！小伙，小伙，你为什么戴个眼镜？把眼镜摘去！你还是戴上吧，你摘去，啥你看不着。我告诉你啊，仨老头看热闹，看热闹就是守点规矩。桌子顶放的果盘啥的，那不是让你们吃的，那是我们的展览品，动一块罚款200块钱。注意点啊！那个队长，这放哪儿？哎、放那边啊！站住！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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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谁呀、啊？我怎么头一回见着你呢？新来的，新来的啊！新来保安队的口号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我们很年轻，我们很资料，欧了。这是以前的口号了啊啊！对，还有一个，我们成熟了，把头低下吧，成熟的麦穗脑袋是耷了的。成熟。哎呀，发音都不对劲，发音耷了耷了耷了的，成熟的麦穗脑袋是耷了的，耷了的，啊，成熟的麦穗脑袋是耷耷了的，耷耷了的。啊，行了，慢慢练吧，慢慢练吧啊啊！展览馆明天就要开张了，我们保安队又有新的口号了，又有新的了。现在我告诉你啊，立正，上，立正，为了生活美。我们搞艺术吧，来一遍，立正，上去，立正，立正，立正，让他立正点，让他立正点啊，让他立正点啊！为了生活美，我们搞艺术吧，来一遍，为了生活美，我们搞艺术吧，我怎么又来一遍呢？啊，对对，这样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错了，错了。那对了，这小泥人放哪儿啊？什么玩意儿？小泥人帽子好好戴着啊，还整个泥人，这叫雕塑品、艺术品，泥人。我看你好像个泥人，放上、哎、放上、哎、看来呀、啊，就你这种素质啊，要想在保安队干好工作，我真得好好给你上一节课。我今天给你上节课啊啊，这个东西不是泥人啊，它是用白灰做的，听没有？名字叫雕塑品，啊，这件艺术，这人的这俩胳膊呢？啊，俩胳膊没了呢？队长，队长，你听我说啊，刚才也不知道哪个搬运工啊，不小心把这俩胳膊碰掉了，就说啥找就没找着。明天展览馆就开张，这俩胳膊没了怎么展览？我找找。哎呀，哎呀，队长，要不然真的吧，我上食堂啊，用面搓俩胳膊，直接给他糊上得了。你咋这么笨呢？你就不能找件衣服给他披上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招高，队长，你太笨了，你过来啊！哎，我跟你是正式的上节课，这个东西、啊、它叫雕塑品，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？它叫 Vitus。哎 ，Vitus， 啊，不对吧 ？Vitus 好像是俄罗斯唱海豚音那小子吧？这是个女的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叫维纳斯，维纳斯，对，维纳斯，对呀、啊，维纳斯不是维纳斯他姐吗？姐俩，对呀、啊，啊姐俩，哎呀，你看看啊，虽然这个女的胳膊没了，但你看哈、啊，她的艺术气息仍然存在啊。我就问你，你有什么艺术上的见解，你能说一下吗？太惨了，后半生咋过呀？
了，想一块儿去。啊，来来来，啊，下面我接着给你上课啊。哎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站这儿来来来，瞅瞅，你看这个东西，简单不简单？太简单了。你看似简单，但它非常复杂。是吗？你知道它是啥玩意儿吗？不知道。啊，外边是个圆，中间是个方块，像不像古代人用的古钱币？哎，像，这太像了，这个长见识去吧你，这真像。什么情况？不能听他瞎说！集合，王队，集合，有情况，集合。队长，队长，我不小心摁着了。那不就是个报警器吗？你咋能说它像古钱呢？报警器啊，是它是报警器啊。我说的是像古钱，我也没说的是啊。报警器就是从古钱发明的，啊，两用啊。是啊，这又长知识了。俩人捅它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手就秃噜了。俩人别瞎捅咕。行，来，哎，看到没有？接着给你上课啊。哎，你说。这是啥玩意儿？两条大腿。它不只是两条大腿，四条大腿，还八条大腿呢。这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啊，你看这件艺术品，你有什么遐想？有什么艺术造就？说一说。那个队长，我瞎想一下子啊。那个，不，有个人喝多了，大半夜走走道，咔嚓就掉沟里了。为了警惕市民走道注意安全，少喝酒早点回家，做了这么一件雕塑品。我分析的对不？我真想一大嘴巴子我踢死你呀。哎呀，你呀，你可真是一和三之间的产物啊。你呀，就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分析的这么复杂，多简单呢。这条大腿不就是威纳斯的下半身吗？哎呀，笨的怎么的？哎，我咋就没想到呢？哎，那腿怎么倒了呢？倒过来，他为了找他上半身啊。啊，哎，对了，队长，那上半身、下半身那咋还分家了呢？分家。分家，他不是卡沟里边去了吗？分家，啊，队长，就刚才我说卡沟里那人是他呀。对呀，身子卡折了吗？卡折了。啥你不明白？那俩胳膊呢？俩胳膊在沟里边的吗？胳膊卡折了。是啊，我说咋找没找着呢？哎呀妈呀，那你上哪儿找去？插泥里边去了，你那能找着？哎呀妈呀，对了，队长。那个，你说这卡里边那脸怎么？那个，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？啊，你新来的，你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，知道那么多对你没什么好处。哎，对了，队长，那个，哎，队长，你看，那是还一件雕塑品，你给我讲讲呗。啊，这还一件。哎呀，这是啥玩意呢？这是。这玩意儿吗？这玩意儿，它应该是一个睡美人儿啊。嗯，行了，咱们走。别走啊！啊，你好好讲讲，我再给你学学。你再好好讲讲。睡美人吧？对。睡美人就是睡觉时候美。啊，你看，所以说他睡着了，瞅着这曲线，瞅着这曲线，像波浪似的。啊，每个人对他都能产生遐想。范儿，搞。你要看呐，啊，够级别吗？要看也得我先看呐。干啥玩意儿？你们这叫啥单位呀、啊？你说，来时候我说一天做一顿饭，结果天天加班，你说做夜宵，我这困的我刚眯着，俩老爷们揪我背。你说你这让我这做女人的情以何堪呢？我不干了。睡美人睡醒了咋正磕了呢？
是，睡美人睡着了好看，睡醒了就差劲儿。他谁呀？他吧，从艺术的角度来出发，这件雕塑品。队长，队长，你别说了，此时此刻，我想送你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想听吗？想啊。你让，上去。你让，为了生活美，你还是别搞艺术了。你别搁这不懂装懂啊！对面那仨老头，你好好教育他吧。哎，瞅啥呢？演完了谢幕吧。啊、哦。